那表演老多元了，电子琴独奏，舞蹈，双人舞蹈。你家这都从小就多才多艺啊，请说出你合作过最难合作的歌手的名字。鹏飞是不是你合作的最好的制作人？是。别那不是啊。今天要俩人来，这两位朋友真是来两位艺术家。嗯呐、啊，来两位正经，来两位艺术家呀。哇，嗯嗯，我感觉我怎么了，雪琴？有什么要分享给大家？来，我们给雪琴一些时间。哎呀，这两位艺术家朋友，有些非常耳熟能详的歌曲的制作人，比如说那个《这世界那么多人》，最近那个。最近大家比较熟悉，还有卡路里，卡路里真的是好多，包括萱草花也是他做的。我觉得鹏飞最厉害的地方在于，明明是一个小提琴艺术家，完啥都能整。嗯，另一位另一位大家都很熟悉，耳熟能详了。我俩最近天天搁一起，他是涉猎了喜剧界，是不是？我跟你讲，文哥喜剧也老好了，他不专业喜剧人，他在抖包之前。他脸上写着我下一句是个包袱，你们要听好了，知道吗？但文哥没有，文哥就很自然。说到艺术啊，雪琴小时候学没学过什么才艺啊？他这你很突然呢、啊、你 Q 的。说到我小时候学过什么艺术，你学过吗？其实我学过，我不是学过琵琶吗？啊，真的啊？我从小学三年级学到小学六年级，我学四年琵琶。那你现在还会弹吗？不会，但我的指法还在。你现在能不能记着一首曲子啥的？能记住《彩云追月》《金蛇狂舞》咪嗦咪嗦咪瑞拉嗦嗦啦嗦咪嗦，这不是茉莉花吗？《彩云追月》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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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哦，这是茉莉花吗？那《彩云追月》是什么？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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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这刚才是茉莉花，我脑子记串了。我小时候我姐就反正挺能张罗事儿的，完了我天天带我们回来排晚会儿。嗯，阵容可那个啥，我和我姐还有一个什么小外甥什么，我们这几个小孩儿，妈那表演老多元了，电子琴独奏，舞蹈，双人舞蹈。你家这都从小就多才多艺啊！相声、小品有模特，还有总模特，完了还卖票，卖大人票呗。还有游戏环节呢，完了做手卡。我姐现在我一想真厉害。你姐现在干啥呢？现在好像教英语，我不知道啊。这不当个大导演就太可惜了。哎，来了。Hello，Hello，Hello， 你怕狗吗？我这和鞋脱了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，鞋脱这儿啊。进来吧，拿啥了？拿的菜肉，拿的各种便宜都是我的东西。我跟你说，这便宜东西可不好找了，花了我老大劲。这老大个艺术家，你就花点钱吧。哎呀，挣点钱那么容易呢？这啥呀？我的专辑黑胶，嗯呐，哎呀，可贵了这一张，我自己就买了两张，完了给你们拿回来一张。哎呀妈！咱家现在缺一个那个放的，啊，那不能放啊。文哥，你说这玩意儿是真的不？我给你捅咕捅咕呗。这能是不是？这节目里俺们就能放这个吗？能啊。收版权费吗？不收，不收。你看看，你是唯一一个上俺们这节目放自己歌不收版权费的。我是不是也是一个唯一没公司的呀？不是，孤苦伶仃的我自己，他们都得收来就听啊。你有没有哪个歌也是我们能放一放的呀？都得要钱。你咋这大艺术家张嘴钱闭嘴钱呢？不是我要啊，我可以不要，但人家告我是词曲不分家。咱整一首安静的歌哈。嗯，你看门就能看着哪首安静啊。不是，这有字儿，这有字儿，哥，这有字儿，有字儿。我忘了这个。嗯呐，岁数大，眼神都不好使。
嗯，这声音对吗？还是你上面就录的这个？太先锋了，那这听了会儿实验音乐。你这玩意儿是坏的。那行吧，那收起来吧。这打啥了？这是？这玩意儿有点玄乎，说是测谎仪啊，电手那个吧？啊，你知道吗？哎，我看69块钱，我想了想，咬牙跺脚就买了。来，69块钱的测谎仪。它叫啥？它叫元宝。元宝，哟，好使！你太逗了！哎呀，老热情了！你不吃搭过这狗？有粉底，没问题。妈，以后别中毒了。你给它扒拉下去就行。怕你那啥？行了，行了，唠会嗑得了啊！你看我这都是身上都是塔哈拉的，对你垂涎欲滴嘛，这是好事。它是个母狗啊。那你应该再想想，这是为什么？妈呀！这个，你是不是69块钱买这玩意儿挺值的？挺值，我觉得挺值，挺值。我看我四个手指哈，嗯，这是滋滋的电它呗。对，哎呀妈呀！好，开始了啊，闪烁了啊。请说出你合作过最难合作的歌手的名字。这也不是测谎啊，这是坑啊，这个。他没电我，我好使啊，这玩意儿，这不知道啊，我是不是得退货去？他俩礼物是最 low 的吗？不是。哎呀哎呀，给我电了啊！哎呀，咱俩是最 low 的，这是最 low。哎呀，我知道了，有用啊，有用了。你把每个手指头都放那四个钮上，看见没？感受到没？问。你合作过唱的最差的歌手是谁？你应该问我什么是不是是或者不是这个。请电呢？电了吗？毛不易，你俩合作过没有？俺俩吃过饭，没合作过。哎呦我，他跟谁都电呢？你俩合作过？你看，这是偷摸的。俺俩就一起录过节目，算合作哈、啊？那不是吗？也是也是，有用有用。来，你来试试。我不的，你试怕电，不行。不怕，真的没事儿，没事儿。大妈，大妈，怎么上来就电了？有静电。完了你就往出抽。我汗都下来了。啊，它模式还能有那啥，能牙咬的。啊，那换牙咬的。对，这是牙咬的吗？这是电，嗡嗡是电。请问，鹏飞是不是你合作的最好的制作人？是。别电了。哎哎。但不是啊。那我一说是就是。那么，请问你合作过最好的制作人是？每一位都很好，都是我的老师。你看这会儿说这话的时候，手就不敢往里伸。往里伸，这功夫都感觉有点电。哎呀，这不错，这个下回别人来完了我拿这个测他们。